这家伙的，兄弟们，这回你们知道了吧？杀天罡就没有几个是为了得道具的啊！一队他妈无级别大佬，我是无级别破血，四把青云，这是无级别双剑啊，这是无级别苍蝇拍子。状态全加满，输出就完了啊！开始叠蛤蟆，小蛤蟆先来2500。谢谢天鹅区的粉丝啊！咱们还有带定音套的穷逼啊！等会儿秒的比你多啊！看我越来越屌啊！刚才2500，这回应该是3300，然后4000、4500。他不认识我，他肯定认识，才这么说的。现在对于大家都有这个习惯，对于陌生人客客气气的，对于自己的朋友他妈的上来就他妈问候。他这个一张嘴我就知道了啊。这个队伍里5个全认识啊。你是啥门派？我是小青蛙小蛤蟆，我是梦幻西游第19个门派鹏鹏，小乌龟小青蛙啊。老王我是红马舔我啊，别被我抓到你是哪个红马，我靠，竟然说我是带定心套的穷逼啊。说你穷吧你带定心套，说你有钱吧你还能带定心套。3回合没加油啊！160愤怒凝滞能卖多少个？不看属性的话，保底应该是个60左右吧。最便宜的时候50。我那个是愤怒凝滞还是光辉？我那个就愤怒凝滞，我好像48还是52买的，忘了。现在涨了点价。初始是499，属性高啊，那就能多买。啊，不会挨骂的，队长想不到，想不到是正常吧？啊，最后秒10啊，群秒爆炸是吗 ？O 鸡巴 K 啊！可惜我们没有五光。如果老色批，多少礼物卡红啊？单次300，或者是累积6级有钱。我咋看不见梦魇是几层呢？12级能野生续命魔法童子啥价格？这个好像不太知道，兄弟。哦，第一回合就起暗涌，好划算呢！第一回合先给自己加油，加满油再跑，很划算。我已经连秒4回合了。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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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噜。1100了，叠起来了啊！太他妈费油了，3000的蓝没了啊！等会儿把蓝尾卖了，给我去卡红。兄弟，你他妈是要做阑尾炎手术吧？那阑尾他妈有人回收吗？都他妈发炎了啊！老王搞一波状态，下回合小群秒 ，OK。继续加油！秒10我们就开始真正的群秒，就可以开始打了，是吧？对面也不会再召唤了。
队长他妈都快杀完了，还没有到直播间看到自己呢，想装逼。兄弟们，神木林怎么才秒1800呀？这会儿两个东海渊杀的就快了。啊，神木林没有针对你的意思啊，我是单纯的自己装逼连累到你。我刚才看见你管我叫王哥了啊。队长别死啊，队长别死，不管队长直接群是吗？怎么感觉这个队伍过于暴力呢？不会灭队吧？快给我截图，我们法系都秒出了天文数字啊，下回合还能再炸一回合，这就结束了。东海渊都没满修，你别加他，他是空号啊，不要让我知道你是哪个空号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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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刺激刺激，哎呀刺激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刺激，这个大唐他妈成天最能说话，话多必死。就等会儿给你保图啊，那个红马是花二爷，不认识的红马一切按花二爷处理，花二爷不在的话按老色批如果处理啊，在不在按如果处理，欢喜就好处理。花生子两回合没加血了，兄弟们破血来了啊，法系破血，一刀一万啊，一刀两万，哎呀兄弟们，大唐羞耻不，我破血三万，你平砍合击打四千，合击降低了他的输出啊，他不合击自己能砍个六七万应该。队长好想知道直播间号啊，好难呀！再来个破血啊，愤怒！再来个弱点，再来个弱点，再来个弱点啊！兄弟们，这是刚才的数据输出啊！坏人挺强的，快躲进我这画中！这里面今天也没续航啊，还有破血弱点，哎呦我他妈防御了卑鄙啊！下回合我就将满血复活了。他这满天是真爱出啊，谁说天罡地煞不能带满天呢？大唐可以带。给我留个怪，给我留个怪，别死啊！他防御的还行。留个怪，留个怪，留个怪，留个怪！妈的，我日！刚一身武功没有机会施展，